啊，惨了！我上一集的题材又忘记讲了，好，没关系，要帮我们这集结束好了。来，我们再重新讲。好，我先打一次给你们看好了，干脆，反正我们可以刚好也可以承接嘛。好，来来来，第一名哦。没关系，我们这集讲。好，那第一名是我们的，等一下哦，下午场。那要么第一玩家呢？我现在就不直接讲了。那我现在的段位是公萃，公萃第一名。那第一玩家就是我们的金羽。那我们等下就直接看阵容吧。这个比较重要啊，所以我们抢先讲。这样子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那使用了赵云、关羽、刘备、张飞、诸葛亮，今天就看他的阵容吧。就这样，好，因为好不容易把它开出来了，没有先讲又觉得不行。然后差不多可以结束了，所以司马徽大家都有了吗？欸，所以他有没有司马威啊？重点啊，重点啊，重点啊，重点啊！欸，现在好好哦，我都可以快速跳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官方在干嘛。他可能，有些官方可能也比较强调竞技场吧。啊，结果竞技场也可以跳过。什么鬼？还有这样子的哦！我靠，他竟然有手动关卡哎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